这样好吗？啊！哈哈！我现在比较生气。嗯，好了，你看爷爷多棒，你看爷爷多么的男子汉，爷爷一嗓子他们都不敢再笑话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都佩服我自己，哈哈哈哈。啊，坏了咋办？啊？哎呦喂！坏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玩具就是这么变的，我会变，我家里有。坏了，那如果坏了的话就只能换，就只能赔了。对呀，他赔，你赔，你赔，你弄，你赔，你弄坏的，你弄坏的，你不是我，我不是我，我就缺你，我真姐不。现在这样，小朋友们，你吃了我的东西了，你也吃了我的东西了，你也吃了我的东西了。我没吃，我不吃。可是你把这个弄坏了呀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呢，爷爷也没有办法去卖了，所以说，这个只能给你们了。爷爷只能抱走一条狗狗了。那不行。你还把这个给爷爷弄坏了，你看看。这个没有弄坏，你看，如果不能起来就弄坏了。你看恐龙它只有三条腿了，爷爷。我会安。你安上它是它也是坏了呀，安上还能安吗？你看嘛，这随时都能丢掉安上，是吗？嗯。可是你吃了爷爷的东西了，爷爷这个，他爷爷没有办法卖了呀。没办法了，你只能走了。爷爷特别想哭，心里特别难过。要不这样吧，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多很多狗狗，就是狗狗平常都会在主人的身边，还有狗狗都是从流浪狗变成狗狗。爷爷老了，爷爷也累了。好了，帮爷爷把这些玩具装到车上。走呀！我不渴了。我来帮你找水，走。我渴乐。你想喝可乐呀？我饿了，不是可乐。到底是渴了还是饿了？渴了。来。我在说我可乐，是那句乐是代表的意思。哦。啊啊！这些讨厌的球，踩得我到处摔跤。就是今天我们碰到了一个很穷的人，他送给我们东西，但是叔叔却说不能拿他的东西，说他是陌生人。叔叔说不可以拿陌生人的东西吗？对呀。你今天碰到陌生人了吗？对呀，但是我们全碰到陌生人了，他进我们房子里了。陌生人怎么可以进到房子里面呢？你们门没有锁好吗？对，没锁。他是一个老爷爷。老爷爷？对，卖玩具的老爷爷。他想怎么样？他想用他的玩具换一个狗狗，然后跟我们不能。老爷爷听到他哭声，然后他就来安慰他了。你哭的，我不是哭的。哎，不是，你本来不是害怕小黑吗？你哭的刚刚。爷爷，哎，不要我们的小狗呢。是你本来害怕小黑，然后爷爷开车过来，想送你一个玩具，然后他说。你为什么要来？然后那个卖玩具的老爷爷说，就是
因为我听到你们哭声了，所以我才来的。老爷爷是一个坏人吗？对，坏人啊。对，他是坏人，他是陌生人。陌生人啊，那老爷爷不是一个坏人吧？他是，他是卖玩具的人。哦。他是卖玩具的坏人，因为他奶奶喜欢狗狗。因为他奶奶喜欢狗狗，他想变成个卖玩具的人，跟卖玩具交换。那个大坏蛋那个人说他骗了奶奶生病了咋接了，奶奶咋接不舒服了，他骗我们呢。他骗我们好多下了。对，我们能量辛苦了，我们的自己的小狗成量了。真的，乐乐，真的。那你觉得小月月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坏人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？你觉得小月月是坏人吗？不是坏，不是那爷爷。那小月月呢？小月月叔叔呢？我觉得是好人。这世界很酷。